おお。嗨，各位观众，欢迎回来 GTA LSPDF 啊！终于来到我们久违的海巡啦、啊！很多观众说什么时候继续海巡呢？今天啊，海巡接到一个大案件，就是在我们的海边那边呢，打算来放一个非常大型的烟火，所以呢，现在要我们过去检查一下，看这样整体是否安全、符合规范。那他们呢，已经在那边布置了许久，所以我们就去检查看看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晚上应该就可以释放漂亮的烟火给大家看了，好不好？各位观众，没想到海巡要做这种事情。如果喜欢影片、喜欢频道的话，也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小铃铛。咱们就出发，前往海边探查喽。那我们一样开着我们的消防船，好不好？以避免如果说待会真的会发生火灾等等之类的。OK， 先直接上船了。其实我是不确定到底我们海巡是真的会做这种事情。稍微看一下详细的位置，详细的位置就在 Santa Monica 这边的旁边，威尼斯海滩前。那我们出发喽。欸，这个应该不用响铃啦，这个应该是不用的。这毕竟只是要去单纯检查有没有安全而已哦。不然你看，如果这种烟火呢弄不好的话，整箱爆炸，哇，也是挺可怕的呢。出发，海巡署。另外，我们已经看到目标了，好像有一台拖曳船在前面，然后那个平台应该就是主要放烟火的位置了。距离岸边其实没有很远呢。难怪要稍微注意一下。他叫我们跟那个烟火祭司讲话一下。好，我们过去看一下。哎，你看，你看，旁边还有巡逻船，然后都有用这种浮标画出一个界限哦。吼吼，所有人都不得入内就对了。好，我们稍微靠近一点，然后登进去这里看一下。想必晚上这边烟火应该很漂亮哦。好，我们稍微倒退一点，这应该可以了。我们把锚给抛下去。好，看一下谁是负责人，来看一下。好像停得太远了。我看可不可以跳过去。呵 ，OK 的，好身手，好身手。这个真的不是开玩笑嘞，好几箱的烟火，然后这边还真的有这种，很像人家用什么大龙柱啊等等的哦。灭火器这边都有配备着，如果说真的不小心爆炸等等之类的，这个吧，应该是我们的烟火祭司，来跟他讲话。那说差不多要等到天暗的时候才会开始表演，预计是九点哦。然后刚也有提到说叫我们岸边要巡逻一下，确保不会有人来乱就是了。所以我们还是稍微在这整边呢巡逻看看，如果有什么不法分子呢，还是要把他抓出来，免得这个真的误伤人员那就不好了。OK， 我也是蛮期待的。哦，哦，没事没事没事，身为海巡跳到水里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啊。好，上来了。湿哒哒的，那我们就沿着这个范围稍微看一下下，如果没什么问题，我们就差不多等九点，然后晚上就可以知道烟火到底会怎么样了啊！这里不得入内哦，哈，不得入内哦。如果有人进来，我们是要驱赶他们了哦。看一下会不会有人这边偷钓鱼，没事哦。这个范围全部都要肃清的哦。现在时间已经是下午的4:42了，那快了，那快了，差点，差点，差点。差点我海巡就要出人命了。看起来应该没怎么样，不过现在沙滩边呢都已经陆续有人来等待了。哎，有船跑进来，出去出去出去哦。哎，现在这里不得入内，不得入内，那边有一台，那边有一台。 clear， OK 啦 OK 啦。哎，知道错就好哦。很多很多在外面等，哎，对不对？哦， A few moments later， 各位即将释放了，剩下最后9秒8秒7秒，好像要跨年一样啊！你看那个，连远方的渔船呢都打开了哦。来倒数了，倒数3、2、1，准备 fire in the hole 来了。啊，怎么没有放？怎么样？卡弹哦？我们过去看看，发生什么事啊？不是九点吗？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为什么没有放啊？啊，我本来想说我开去那个角度比较漂亮哎，结果还没放，奇怪了。他说：“如果我们确定 OK 的话，就打个指令跟他讲一下。”好好好 ，OK。好，各位可以了，我要准备释放了。哇！有没有船在里面？应该没有，没有的话就没问题了。释放烟火还是相当的要注意安全。哦，有超过的船，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。哦、空拍，空拍，空拍。哦，好，各位大概长这样。好像还好哎，没有到很漂亮哎。哦。不过起码呢，政府还是有做点事情啦、啊、哦，在这个重要的节日呢，还给我们放个烟火，好不好？祝大家儿童节快乐！
哦哦哦，最后嘞，最后嘞，最后比较漂亮一点哦。好啦，没了，各位就这样子，害我以为很危险，不过我们还是要维持一下，对不对？那剩下的部分他们就自己拖，我们先回去我们的海巡吧。Tomorrow. OK， 各位有新的任务了，有人攻击救生员，这个不是警察该做的吗？不过在海边我们就跟着去试试看好了，来开着我们的在巡逻车吧，过去。1.46公里，我去查了一下海巡的武器，好像也是有手枪、冲锋枪等等的哦。不过我们应该是还不至于要用到枪吧？待会如果说真的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我们就call警察吧。那如果只是一般民众的一些打架啊、吵闹啊，我们应该有办法劝阻一下。好了，一样在海边的啊、哦，我们真的也算是管很多呢哈、哦。不愧是海巡的哦，管这块了啊、哦，直接开进来，突然好像变警察一样了。哎呀，还真的在攻击哎！我的天哪、啊！哦，我们拿警棍就好了。控制一下哈，控制一下。怎么可能啊？救生员打不赢他。我、哦、可以了，可以吧？这样吧，我觉得他们应该是私人恩怨啊。我觉得我们不太需要理他们。如果他把他打晕了，我们再救他好了。来看戏的啊、哦！对呀、啊，救生员怎么可能打不赢呢、啊？啊！看人家格斗也是蛮好玩的，看来这个哥哥也是蛮强的哦。哦，倒了！哦哦哦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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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stop stop stop stop， 好了啦，好来来，我们赶快看一下吧，应该没什么事啊，稍微帮他检查一下啊，应该是没事 啊。如果你把人家打死，那你也有罪，你完蛋了你啊！啊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对嘛，有话好好说嘛，何须动手动脚呢？对不对？要帮你叫救护车吗？走啊！不用叫救护车、哦、啊！各位，这算是小小任务而已，没什么事啊，走了就好了，没有再打架，应该就没什么问题，好吧？那我们继续开着车巡逻呗。各位，又有新的任务了，好像说有人掉到这里吧，应该是困住在这里山上这样子爬山等等之类的，所以我们过去看一下，好不好？走。你看，像现在这次地震这个问题，哇，真是可怕，对不对？如果真的被困在里面，也是需要大量的人来救灾的哦。等一下，那个地方如果太高太陡峭，我们没办法救到的话，也是需要空勤来帮我们哦。两分钟了，两分钟了啊，时间不等人的，快快快快快！据情景中心给我们的报告是说，有一个平民他在那边步行，想要爬到悬崖下面看看，结果不然被困住了。所以那边应该是蛮陡峭的，连我们这种救援人员对这种地方都怕怕的。你居然还敢步行过来，是不是找死啊？这边会卡住吗？这也不就是这样子走着走着就滚下来了吗？怎么会卡住呢？我来看一下哪里，这个区块哦，啊，我要找到人也是不容易。哎，5分钟，过5分钟了，在哪里啊？沿着这边找找看，车子先放这里好了。啊，我发现了，哦，在那边呢、啊，那还好啦哈、哦。好 ，OK OK OK， 我们车子开过去，然后用绳子把它拉起来，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。这个应该不用触动空气吧？应该是不用吧？啊，各位，有些地方啊，我们并不是专业，所以还请大家呢，就是当做影片看看就好了啊。啊，毕竟我们就是一个救援的感觉啦。好，到了到了，我们把车子停在这里。结果等一下我也掉在那边，那就好笑了。好，那我们把那个救生圈给拿出来。好 ，OK， 抛下去给他应该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就小心靠着这边把它拉起来，应该没问题。哇哇，这样他敢下去，我也是服了他了没有？在哪里？在那边。好，在那边。来啊，接住哦！啊、哦，3、2、1 ，Let's go。啊，对嘛，啊，这对嘛，啊，你这样就下去了嘛，是不是？我慢慢把你拉上来，来来 ，OK， 没问题的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你看，可以嘛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他似乎有点惊吓过度了，那我载你回去吧，好不好？搭车，搭车，哦，那我们把他带到医院这边好了，哦，这样应该就没问题了，来吧，我们这台Toyota有够强的，哦，这么陡的山坡都爬得起来，是不是？好，各位，我们来到医院了，直接把他送到急诊室这边吧，直接进去给医生看看。拜拜。好，他要看不看随便他了，反正我们该做的事情有做到就好了，好不好？
好的，各位观众，那我们今天海巡部分呢，大致上就玩到这边了。一开始处理了烟火安全的部分，再来是有人打救生员，然后另一个是去岸边救援。那期待之后还有更多不一样海巡或者是空勤的部分来呈现给大家看。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小影片的话，也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这就下次 LSPDF 模组再见了，拜拜。